照片的拍摄，刚刚就是跟 Kiki 在一起拍，那今天我也不知道是一个什么装扮，今天是薄荷绿的头发，然后也是我染了黑头发之后再一个造型。然后因为昨天晚上吃了太多，所以今天有一点点小肿，一会儿就是要拍单人的视频。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想我呢？然后我今天又要开始减肥了，因为吃了太多小东西了。等一下这个拍完还要去拍杂志，所以今天希望可以快点收工。然后我现在要去吃饭，吃什么呢？吃盒饭。我现在去吃饭了，拜拜。现在呢？到了午餐时间，你来看我吃什么。不错，这全是 shaking 点的，它就是一个肉食主义者，点的全是肉，吓到了。shaking 的味。就是不主动，真好吃。我要吃饭了，拜拜。刚刚你感觉你是哪个年代的？80。你不是笑了一条吗？笑了。主要他捡得起，主要我有点害羞。看出来了。还不错，表现的很好看。是的。就是最近老是走那种。今年流行吗？啊，不是，里面的照顾。刚刚。